每年的1月27号是国际社会追悼纳粹大屠杀受害者的纪念日。星期六的集会由斯布雷雷尼察大屠杀纪念中心召集举行。组织者表示，犹太和穆斯林社区都遭受过企图被摧毁和灭绝的苦难，因此必须团结一致，致力于和平。While we here today cannot change the past, we can and we must do all in our collective power to change the future, to prevent further destruction and violence. 在1992年至1995年波斯尼亚种族之间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面，有8000多名波斯尼亚穆斯林被屠杀。世界犹太人大会名誉总法律顾问罗森萨夫特在集会演讲中表示，纳粹屠杀犹太人嗰阵，波斯尼亚穆斯林曾经冒住生命危险救助过犹太邻居。在50年后的波斯尼亚内战中，波斯尼亚犹太人亦都帮助过佢哋嘅穆斯林邻居。纪念活动之后，双方社区代表签署咗斯雷布雷尼察穆斯林犹太人和平纪念倡议，承诺喺危机时期进行合作。喂喂，睇完咪走住啊！记得 like 啦、subscribe 啦，同埋揿钟仔先，撑我哋撑真相啊嘛！